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。好，今天礼拜五啊，欢乐周末，今天大盘大涨了269点。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哦，这一波反弹真是又急又凶啊，这买对股票啊大概可以赚140块以上。天域连续拉了，今天还在涨。我跟你讲，天域可以买，你们也不相信啊。股神系统在电视上说他放空天域赚多少钱，我告诉你，没有我们做多赚的多啊。我事先公开跟你讲380不能买，我说200多块可以买，从200多块涨到300多块。那未来380会不会过，你一定想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天域今天再继续涨，今天的敦泰就没有涨。敦泰跟着天域的屁股后面，你非要买敦泰。敦泰这一波有没有涨？有。涨了多少？涨了40几块。100多块的股票涨了40几块。你在那边大小声，我200多块的股票涨了140块。哎，我才应该大小声吧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我们今天也不要批评别人啦，反正找标股我是专家嘛。好，回过头来看一下，今天大盘在这里是不是涨了269点？好，各位，对不对？那季线是不是站上了？季线是不是站上了？这条叫季线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月线下个礼拜开始扣底低档值嘛，你看啊，数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对不对？啊，要扣低了嘛，20、60一定要扣低，所以月线也开始翻阳了嘛。那我问你，你的股票有没有涨得很多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4961的天域今天最高来到340几块，收盘330。嘿，老师真的收整数呢，不是258就是0呢。对啊，收盘330了。你看看这个礼拜，从209涨停涨停，整理两天再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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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80我叫你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，回到209、210，我叫你要买要买要买，我们在这里买，在这里再买，在这里再买，在这里再买。今天没有买，昨天来参加的会员今天没有买天域，今天不买了，涨了那么高还叫你买，不是帮旧会员抬轿吗？但是如果礼拜一拉回来就可以买，我们今天也没有做限股当冲，对不对？各位，5351的预创我说会涨，你不相信，盘中拉到差一点涨停板，会员好高兴。昨天不是有来参加的吗？昨天来参加就是买预创，昨天买预创收盘价已经涨了 3%， 今天等于涨了 10%， 一直涨停板。好，各位，我在这里告诉你预创，对不对？ ABC 的修正嘛，指标继续往上嘛，哦，你看哦，哎，你不要看哦，从这里到这里已经涨了2只涨停板哦，超过哦。老师会不会下个礼拜再3只涨停板？各位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你记不记得在这里？这里这一天是不是收了一根长红棒，10000多张，然后收了一点上下影线，跟这一根黑棒是不是完全，跟这一根是不是完全一样？是不是长红棒上下影线，对不对？结果之后就涨停涨停涨停。那我们的会员都买在这里，这里是没出啦，好可惜啦，啊，有会员出掉一半啦，啊，观众都买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都不敢买了嘛，我们清代的每天逢低都买啊，每天赚啦。好，你注意到这里这样子是不是涨停涨停涨停嘛？那在下个礼拜开始会不会这样涨停涨停涨停？你注意到量哦，下个礼拜我告诉你哦，这个10000多张，这个叫10000多张嘛。下个礼拜一如果超过20000张，我告诉你就是涨停板。嘿嘿嘿，老师你很有把握啊，因为他在这里即将扣底低档值。
卢超全你认识吧？啊，今天有讲啊，预创啊，今年一定赚钱，今年第一季已经赚钱了嘛？啊，会不会再大赚？我在这里告诉你。好，各位再来看到哦，在这个地方我也告诉你，2327的国巨会涨。国巨今天涨多少钱？小编帮我看一下涨多少钱？涨11块是不是？好，400多块的11块 ,2492 的华新科涨几块？涨6块啦，涨6块半。我问你啦 ,400 多块涨11块跟200块涨6块半谁涨的比较多？嘿嘿，我是第一名 ,number one 啦各位啊啊、哦、当然啦，我不会叫你，我不会带你买在250啦 ,270 啦，我告诉你啦，我带你买在200块左右啦。对不对？哎呦，老师上来咯，老师开始赚钱咯，老师下礼拜会不会冲过去啊？各位你看啦、啊、你自己看就好了嘛。他今天收在最高诶、欸。对不对？ 327 的原像。今天最高叫 185。齁、哦、老师你哪准啊，准跟他细啊咧。好，各位 ,258 的观念你有了齁。来注意看哦。6531的爱普最高715。收盘价695。哈、啊、老师要被你命中了。诶、欸、我这样跟你讲齁、哦。一只股票的关键价通常是整数。100块是整数。啊，再来就是258嘛。老师为什么你如果没有几十年的经验会学，你学得会吗？你学不会嘛。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再来看一下3406的郁金光今天没有涨。我说开低会走高，但是因为它开高所以它走低。好，最高多少？470整数嘛，开盘价470嘛，收盘价多少？458嘛。为什么它今天会这样走？因为它已经涨了100块钱了嘛。那在这里会震荡一下，因为礼拜五一定会收一根上影线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今天价差并不大了，所以没有做了，不然早上可以先卖一趟再买回来嘛。啊，这个因为价差不大也没有必要啦。啊、哦。要带会员做单冲，有量有价的时候再来做嘛。对不对？各位我讲话我负责嘛。啊、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均价线，今天均价线有没有守上？没有。它的均价今天是462嘛。所以注意到咯，下礼拜一直要有量站上462就冲了。好，就冲了。你看、啊、这有均价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5351的预创。今天均价多少？255嘛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么明显啊。老师我今天啊、哦、你看开盘是不是 248? 最低是不是 245? 诶老师你教的我都懂了呢。开到248嘛 ,245 嘛。对不对？然后拉到差一点涨停板嘛。然后收盘是不是这一条均价线是多少？看一下，是不是收在均价线上？有没有？那今天是不是有量？好，那注意到咯，既然又站在均价线又有量，下礼拜一有量就是涨停板，20000张是刚刚好而已的。哎，老师啊，我看你的节目啊，我有买啊，老师还没有解套，我们会员都已经赚钱了，你还没有解套，因为你买在高点嘛，对不对？老师你会员真的赚钱？有啊，一些清代的有钱的，对不对？各位我们虽然没有卖啊，我们在这里又买啊，这里又卖啊，这里又买啊，这里又买啊，这里又买啊，这里又卖啊，这里又买啊，这里又卖啊。你问汤小姐，你问叶先生，有钱赚更多嘛？没有钱怎么办？抱牢嘛，下礼拜涨停板给你看嘛。啊，各位操作股票就那么简单啊。好、哦、所以在这里各位我教你258。好，既然要教你258，有很多股票都可以教。啊、哦、像3035的智远收盘价多少？675。他今天都在均价线附近，今天没有价差所以也没做。对不对？诶老师真的呢，收盘价多少？看一下这一段 ,67 块半嘛。诶老师我终于懂你这个258了。盘中的高低点你自己抓，你手上有股票你自己抓，我能教你的就这么多了。然后你记住啊，高低点你要自己抓啊。如果均价线
那跌破均价线买，站上均价线卖，或是各位你沿着均价线做，对不对？这里叫今天的均价在这里，那因为它已经从上个礼拜开始一直涨，所以它今天不会收高，周线一定会有上影线，一定会有上影线啊，就像5351的预创也是有上影线，但是各位，这个上影线是为了下礼拜要涨停板的。上影线不是说在这里哈，当冲你一定要学会。来，各位，今天我会员问说当冲，我说可以啊，站上248可以冲啊。248敢买的话， 248 到多少啊？ 265, 啊老师265没有来，最高才到2645。所以来到2645就没有办法， 265 就快涨停了嘛。对不对啊？所以收在均价线。是不是均价？对不对？我讲话我负责，对不对？各位，6531的爱普最高715，最收盘收在695。好，爱普也从500块涨到700块，也涨了200块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根大涨，这一根大涨，你没赚到，我知道你没赚到了啊，我清代的有赚到了啊，业界上代有赚到了，买的并不多啦，三张、两张、五张啦，就这样做来做去啦，还都但是都是赚钱的啊，没有赔钱的。但是因为也很贵啊，老师也没有扣会员买，因为会员在这里啊，有的持股很多啊，我讲话我负责啊，清代的你要有钱你才有办法啊，对不对？买一张要50几万欸啊，各位6531的爱普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当初300块叫你买你也不敢买，我那时候全部会员都有买哦。不是只有清代的哦，因为300多块大家买得起，小资族买一张也没问题嘛，对吧？有资金的买10张嘛，300块做到400块，再从300块做到450，再从380做到750，700块再买，640再买，做到850，850出掉，780再买回来，再做到900，然后这里开始就开始抢短。那我问你，他会不会受制这个季线没过会再拉回来？各位好，你看到这一条叫季线哦，没过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天域过了没有？哎、欸、老师过了呢，他比大盘强呢。预创过了没有？老师今天跳空过了呢。那我问你，他有没有比大盘强？这事实嘛，这事实过了，真的、啊、这条过了，是不是比大盘强？那下礼拜涨停板的候选人是谁？你已经知道了嘛？我昨天在这里公开告诉你，涨停板的候选人，其中一个叫做预创。老师，预创今天没有涨停，对啦，看闹亏啦，没关系啦，也是赚啦。那下礼拜一涨停行不行？可以吧？谁说不行？手上有的就抱牢就好了嘛，就赚涨停，你何必呢？没有的开盘市价买嘛。老师我不敢买，不敢买你不要买，没关系。啊，涨停板你再买好不好？帮人家锁一下好不好？各位，我讲话我负责啊，我在这里教各位投资朋友很多撇步啦，啊，一些撇步啦。我们看一下2454的联发科。来，收盘价多少？962，是不是尾数之二？哎，96.9962没过嘛？盘中最开盘多少？950嘛？盘中最高多少？688，968，968。哎，老师又是八呢。258我已经教你了，来看一下2330的台积电啊，收盘是590，其实台积电大概已经跌不下去了啦啊，最低582，最高592。你们哎、欸，散户你们学会没有啊？我教你啊，你自己在做这些股票的时候啊，你譬如说做一张
我教你怎么挂价，对不对？昨天收盘是不是582？对不对？今天最高是不是592？那你要先挂哦，你不能看到再挂，看到再挂不见得会成交哦，因为都瞬间哦。哎，老师我懂了，老师我懂那个2580，你不懂要学，加入我的脸书慢慢跟我学，好不好？庄霞老师在礼拜六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特别高兴，我在这里教你，而且我在这里直播，我还教你一个，你这个礼拜你就注意看我的直播。我告诉你下礼拜什么股票会先涨，我公开告诉你啊，脸书里面有直播，你看最好学会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讲话我负责啊。好，今天台积电在均价线，今天联电呢，联电量很大，你看开盘是在这里嘛，它的均价是 52.32 嘛，收盘价 52.4 嘛，所以意思是说今天买进的人没有赚钱，他也没有赔钱啦，对不对？大家平均价都是在这里嘛，高低振幅不大嘛，对不对？我没骗你嘛，准不准？对不对？3227的原像，今天最高185嘛，老师收盘183嘛。好，你看啊、哦，他即将要过这一条线了，他量还不够嘛？老师，那个原像从来没有涨停，有了，这里有涨停过了，这里有涨停过了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跌停。你买这种股票，你不会怕、啊，你晚上不会睡不着觉啊！我告诉你啦，连天域都曾经跌停过了，我告诉你啦，连预创都曾经跌停过了，最标的股票都曾经跌停过了，但是。会跌停的它就会涨停嘛，啊，不会跌停的它就不会涨停嘛，啊，要怎么办？啊，你买这个很稳，睡得着觉嘛。我的会员啊170几块一直叫他们买啦，当然还有做当冲的啦，啊，当冲后来会也是赚钱出掉啦。我告诉你啊，五月的营收一公布哦，小心哦，拉一根涨停板，哎，今天又没量啊，没量不要做啊，没量。价差哦，老师最高最低182，最高185，三块钱价差也够了啦。如果做现股当中，这个100多块的股票1块钱就够了。但是老师185我卖不掉，废话，你看到在挂单卖不掉，你不会开盘挂。老师我怕185卖掉以后它冲到188，啊你想太多。啊，你想太多，你既然是当冲，你就要开牌以前挂，对不对？老师最低182我没有买到，我看到我挂进去以后就跳上来了，啊，整笑哎！我教你这么多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我讲的股票都是大股票，有量有价的股票，啊，它收盘今天收盘是 183.6， 它因为它今天没量。所以尾盘这可能是当冲的150张冲下来。然后问你 ,5351 的预创尾盘那么大的量，这个是买进盘哦，这不是卖出盘哦。所以既然是买进盘，礼拜一就直接跳高开，因为它就在均价线嘛。诶，老师我这样听你以后我发觉哦，均价线我也慢慢懂了。老师 ,258 我也慢慢懂了。你能不能多教一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我在盘中有跟会员讲的3522，不是3552，同志，各位看到没有？这里都没量，对，是不是有均价线？均价线一来，哇，急拉快涨停！我告诉你，通知他的时候在这里还买得到，就快涨停，可以冲掉，对不对？大量急拉嘛，好，不冲掉下来也跌破均价线，均价线在 213.5。收盘价多少？212，是不是？哎，老师，好准呢、欸！成交212，哎，又是258，哎，哎，老师，哪有那么准的事情？老师，你这个股票你在控制的、啊，拜托，这成交量那么大，我怎么控制？老师，收盘价是不是你做的？
我小编时常问我，哦，老师，你那个收盘价跟开盘价盘中最高最低都是钟祥老师在做的。各位啊，你真的这样认为吗？你看每一个老师都在吹牛啊，哦，我们哪一只股票怎么样强怎么样强，有没有哪一个老师敢在这里说明天他的股票会大涨会涨停？只有我了。而且我应该告诉你开盘价是多少。好，开盘价248。最低245。好，注意到今天收盘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如果礼拜一开盘价只要是在26块以上。26块以上，如果开262更漂亮了，那大概就是涨停。那你来验证一下好不好？各位，你来验证一下好不好？啊，那还有全新的标股，我们在这里不多做介绍了啊，因为我希望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你一定要看钟祥老师的脸书直播。我脸书会直播，我曾经直播过，真的有直播哦，你要看哦啊，各位好。加入 W1788 标股急先锋，各位专门掌握主力筹码。我们做股票从来不赌，你买联发科你自己在赌啊，说实在涨跌也不大啦，你赌大也没意思啦啊，你不要认为你联发科可以赚100块啦，很难啦。联发科900多块赚100块，大概只赚一只涨停板。我的天宇已经五只涨停板了，我的创意已经两只涨停板了啦，下礼拜再三只涨停板送你啦。各位，你认为谁会赚的比较多？当然是钟祥老师吧。好，各位周末愉快。W1788标股急先锋，我教了很多投资朋友 撇步， 你要学会均价线，还有量价，还有258，还有零。各位，你学会了，股市里面你不用参加任何老师，你就是老师，你就会赚大钱。谢谢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